我想我忍了。那个人不是新牌女中的大姐头吗？她怎么会在这里？这间学校这么大，我就不信我会这么衰，跟她读到同一班。他们怎么这么衰啊？这世界也太小了吧！没想到跟你读同所大学，所有冤亲债主都来陪我读大学就对了。我就是你的直属学长。双十一立正，我爱你，中式东森联合献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之乔乔乔，记得要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支持消息立正，我爱你哦。